小橙子，这就是你哥哥。哥哥，初次见面，我叫齐美央，现在上小学1年级，这次我来给哥哥准备了礼物，希望哥哥喜欢。你是谁？李尖尖。你为什么管我哥哥叫哥哥？因为他是我哥呀。怎么可能？我妈妈说我哥哥只有我一个妹妹，他只生了我和我哥哥，而且你没有同性。我跟你有同性。